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花紋同埋顏色嘅，所以我通常 match 啲 look 嘅話咧，就用啲 accessories 比較係鮮色啲去撞啲 palette 出嚟嘅。今季嘅話咧就 neon 色啦，例如咁我就中意去撞比較可能 plain 少少嘅 pattern， 咁樣就會 contrast 都會大少少。